仔细看，这是一枚戒指，戒指往前往后都出不来，然后抓住戒指，橡皮筋往前往后也是出不来的。但是下一刻，哎，这个戒指怎么逃脱出来了？好，点个赞，现在马上给大家教学一下。首先准备一枚戒指，一根橡皮筋，把戒指套在橡皮筋里面，挂在手指上，确定戒指是出不来的。但是在拉橡皮筋的时候，仔细看，中指夹住，然后食指偷偷的溜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？咱们再慢动作看一下，夹住中指和食指之间的橡皮筋，然后食指悄悄的溜出来，再穿过拇指之间的橡皮筋。那么接下来只要轻轻的松开中指，戒指就像逃脱了一样，从橡皮筋上解了下来。再看一下正常的速度，橡皮筋瞬间逃脱了。好，同样的道理，我们可以拿两根橡皮筋把它相互给套在一起，确认前后出不来，往外面扯也是扯不开的，但只要轻轻的摇晃一下，两根橡皮筋就瞬间解开了。这个就是著名的橡皮筋魔术十字枷锁。喜欢的朋友一键三连支持一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